吃一个硕起鸭的叫妈大会。它这里一共是六种食材，五谷鸭爪，吃到嘴里鲜嫩脆爽，而且它完全不腥不咸。像咱们夏天收到货，给它冰箱冰镇一下，配点小啤酒当个下酒小菜，真的老过瘾了。三角果，有没有爱吃这种菜的？真的配啥都好吃，鸡脚筋。他们家我都是给大家现做现发，然后冷链发货，收到之后特别的新鲜，而且腌制的特别入味。这个叫妈大会吃完了之后，这个汤啊千万不要扔，放了点面条，它就是很好吃的那个叫妈拌面。这夏天配点小啤酒来一个，真的老过瘾了。